云溪，他不会被秦王赶回娘家了吧？没出阁的时候就敢夜不归宿，如今嫁了出去，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。哼，被秦王府给赶了回来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这简直就是我们韩家的奇耻大辱呀！你身上的毒也只有你爹我能解得了。父亲这是承认对我下毒了。你我父女从此恩断义绝。若雪，你有了这样的姐姐，这今后还怎么嫁人呢？